友情赞助，那个一起的。哇！啊！你看看嘛，老婆啊，姐，这太难拉了，给小娘帮忙拉。姐，你不要放啊，你放我就完蛋了。啊！我怎么觉得好硬啊？指甲抠硬了，就掉皮了。对啊，本来皮还蛮嫩的。好了，妈呀，你就拿到快刀来给我。你好，太不专业了。哇！好痛！我们要戴手套？会有紧张感。来，这给你。太猛喽！我已经会怕了。其实我真的有点想要连安全帽一起戴。我也是。我们才有两个。不，100了。100了。好快啊！这么快就100了。现在好像没什么变化。太完蛋。丝毫没有动静。一个小时过后，还是在拉。一小时，你要不要考虑帮他画个表情？会很神。会可会很神。这条特别粗，特别粗，没有，跟我的一样。啊哈哈哈，而且那么细。他说快点好吗？我要等着脱掉。真的，好。等一下。200。无动于衷啊！5条。现在210，还是没有动静。第一包。友情赞助，橡皮筋太小条，淘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啊！脱掉了，好嘞。好了，就这场景吧。好。你叫什么？对啊。300，还是没到。有一点吗？400啦，还是没动啊。500啦，没感觉的动力啊。你也变形太开心了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椰子会很严重变形吗？我怕这是说炸就马上就炸的东西哦。605，有一点点变旁边。屁毛，700条，还是没变，因为脚毛，脚毛，还是脚毛，好了，给他就抱着他走了，哎，第三包，800，主要橡皮筋变大圈。还是你买的不够远，只有橡皮筋变大圈。我们900条，还是不破。1000条，没事。1100，没有变。我们还是每1000记录一次好了。哎，会不会到时候要变飞碟？到时候要变飞碟。1200。还是没有变，椰子太强了。1300，它快变飞碟了。椰子决定加油啊！等下结束的时候，如果我坐上去它不爆，代表可能还要再加个1000条的飞碟。你要做这个侧面？对，要做侧面。最后一包，我们时间要结束了。1400，没有变，不变，是变。你是想吓死你？他下面跳掉了。再给1500。1500，不行，我要投降啊！经济。来了。投降，最后一场爆炸，会不会爆炸？嘣！对。
啊，宣告椰子实验失败。失败。没啥味道。好。